妮妮，你知道你的脸是什么形状吗？不是。不是什么？是。你不是什么？你的脸是什么形状啊？脸。我是圆。错。我是圆形。正方形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。不然你为什么那么正？不是正妹，不是正妹。妮妮，你什么时候缴房租啊？我是下礼拜，我头好晕哦。那怎么？那你去睡觉还是散个步啊？还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头那么晕吗？因为我的世界因你而打转。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，虽然我什么都没有。是，你什么？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胡萝卜什么？我是你的胡萝卜？对，你还是我的菜头耶。